对对对，他容易，他容易爆红，跟我一样。对，加油。不好，没有。不是只有跟你一样，跟我们都。我们都一样。所以这个直接可以吃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辣吗？不辣。后面是甜的。哦，后面是甜的，前面是辣的。后面是甜的，怎么可能？来，乌鸦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试一下。那后面呢？我们要试试辣椒到底辣不辣，就要找五角。你看出来？我想让它进喉咙。真的？好辣哦！但是老板在这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上，上，上，哇哦，漂亮！我刚不是剥辣椒吗？还要用手擦，对不对？痛到脸。我现在整个，你眼睛肿起来了。我整个很。脸很烫哎，冒白烟的时候就可以炸，那我你们就后退一点就好了。哎，我没有动的啦。小兔的动作 ，Gladiator， 哦，对嘛，对不对？神鬼战士，他们不是要摸得到，要回家的时候，对，哎，你不觉得这里很漂亮吗？这个是我幻想中的天。如果我有一天走了，对，然后呢，一定会到这种地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带来这里。好，好不好？这里是在花东纵谷里面，这就是纵谷内了。纵谷内，对。然后你看这边呢是中央山脉嘛，后面是193线，跨过右边的这个海岸山脉，过去以后就是太平洋。太平洋，对啊，这边够险。往下是台东，往上是花莲，那台北呢？台北要再往那去。哦 ，OK， 懂吗？北才来一天，南忘了台北的样子。西东线是四里，对，阳光，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阳光。哇，而且好像没有压力的感觉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来到大自然这么幸福？哦，你喜欢对不对？我喜欢哎，我喜欢花莲，我有点要选台北哦。这边干嘛？就是在晒日光浴。晒日光浴啊，然后要打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来找那个脱衣服的辣椒。脱衣服的辣椒，其实最大的辣椒是它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调戏人家是不是？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比它辣了。啊！真的。啊！真的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会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吼。这个人，对啊，好好，可以让你很开心。可以再讲多一点吗？就是说你是，那再讲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是啊，哇，你在那边兼什么费？哎，唯一要兼的就是，哎，你不要聊这个，什么东西啊？不会聊天。走啦，找辣椒了啦，找辣椒了，找辣椒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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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喜气喽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是我家。我姐姐，杨幂的这样来躲还有，我是小豆，我是小姐，我是贾斯汀，我是队长，吴阳，吴阳哎，好不好？阿恁讲，阮今仔日要来找一个叫做啥脱衣服的辣椒，这么多衣服，衣服哎，这个都有穿衣服，这可以剥下来吗？可以啊，他会害羞哎。不会的，哎，他不会哦，哎，好好亮，好干净哦，而且它是什么辣椒？绿色的，不然，你好，当然是红色。一般我喜欢辣椒会喜欢红的，哦，也有红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吃啊，直接吃了吗？现在就可以吃，可以啊，现在。我找到那个海是不是？哦 ，Oh my god， 那在这里，这个穿衣服吗？那个他是有穿衣服，他是有穿啊，哎，我觉得他已经红到发紫了，他不是红到发紫。还没有红，他还在努力，对对对，还努力，还没有爆，跟我一样，对，加油，不红没有，不是只有跟你一样，跟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所以这直接可以吃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辣吗？不辣，后面是甜的。后面是甜的，前面是辣的。对，后面是甜的，怎么可能？来，乌鸦，哎，怎么样？你试一下了。那后面呢？我们要试这个辣椒到底辣不辣，就要找乌鸦。后面比较甜啊，不会辣。但是你们平常在吃辣椒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会可以分类它的那个辣度是多辣啊？那你分给我们听啊，我分给你们听。哎，
这甜椒啊？怎么可能？甜椒？老板，这个是甜椒吗？我吃掉前面啊，后面给你。那个是前面，那个是后面。嗯，咬了就知道了。嗯，好脆啊，这很香啊。哎，哇，它这个是尾，后面才来的。你好看，哎，哦，这个辣是，哎，这个辣是，不是你刚咬下去是甜的，哦，这个真的前面是完全是，就是吃这一段，前面完全是，对对对，真的真的，他在干嘛？他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这个前面蛮好吃哎。哪一个头啦？哪有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哎，这很像那个，有时候那个披萨会放那个那个青椒在上面。好美。哦 ，yeah yeah。那个香气让这个是怎么了？你要吐了？我想让它进喉咙。真的？怎么办？好大哦！但是老板在这里。上，上，上。小贤果然是传统女性。哎，吞了个吞了，辛辛苦苦种的。对啊，哎，那你说没错，它越咬进去越辣。对，好呀呀呀。那为什么它叫脱衣服的辣椒？皮剥掉就没有衣服了。你说就这种？不能这样剥啦，不能这样剥，那要怎么剥？要用油炸。哦，用油炸的方式剥。所以你这辣椒是拿来做什么？就剥皮辣椒啦。脱衣服，剥皮辣椒就剥皮辣椒，硬要把它灌一个脱衣服，我还以为这里多青色。我们一般在吃的剥皮辣椒，它都是绿色的、啊，那所以那你种红色的？那红色因为上一次没有采到，对，它就红了。哦，就是你不要理它，它就会红。它会越长越红。对，不要理它，它就会红。对对，不要再理我了。求你们不要再理我。它红的时候反而不能用。因为红了又那皮剥不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其实很有哲理，这其实一个辣椒的哲学。你红了以后，你就要带着这层皮一直红下去，你脱不了你的这个身哎，因为所有的名气都要跟着你，对，你会失去你人生里面的自由。真的，你连皮都剥不掉。对，那你们两个辣完了。你怎么不讲话？这个辣不完呢，辣不完。后面，老板，像他这样子有没有方法？有没有方法可以喝牛奶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他辣度不会对啊，要四个小时才会对。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。哦，天哪！你会一直辣下去耶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。哎，反正呢，你现在要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四个小时才退。才选输的人就是他。他什么？你要不要参加？我不要。哎 ，You get a ball, man. I got you, man. Yeah.再剪刀，他真的不行了，他太怕辣。老板一起来，陈大哥一起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还好你是剪刀。哇，我刚刚以为他是布，你这么吓。剪刀石头布。好美的。哇，你们两个。剪刀石头布。来来来，哇！不要想太多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小的一点也不辣。自己拿啦，这么大还让人家喂？一口一口。有秘密。哦，你很勇敢呢。真男人。这比我妹。哎，完全不辣。不辣吗？完全不辣，因为它很嫩呐、啊。哦，小辣椒不辣，很嫩啊，不是它不辣，是嫩啊，嫩很嫩，这个也不辣，像这样不辣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辣的话，要对对对，要颜色要深色。哦，你看学到一招了，对吧？如果真的想吃辣的，你不要去挑那种啊，细细的，这样它一点不辣。我挑这种，干嘛不咬下去？你再给我咬下去。辣吗？还是有多多少少很辣，对吗？哦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帮忙，打工帮忙做，对对，我们对。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帮到你吗？哦，这样，我刚不是剥辣椒吗？对。你刚用手擦，对不对？弄到脸。
现在整个，你眼睛肿起来了，我整个很脸很烫。可以啊，超哥，我们今天要来帮你采的辣椒，我们要采什么样的 size？ 是墨绿的，墨绿的，墨绿的，墨绿的。品种还没有讲，这是什么品种？百香。百香，百香，百香。我们就负责采这个百香，对，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粗的。我们要今天采一公斤。啊！什么？分组，然后来帮忙半小时帮忙采，看哪一组采的比较多，就可以选下面的工作。好。OK。OK。你先选。我先选。女生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。我想要选，其实我都蛮想选的耶。但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常常就是会把事情搞砸，因为把那个汤弄倒啊。是是是，他破坏之王。那你就跟他一组啦。什么？我就跟他一组吗？就跟他一组，看你能不能拯救他。好好一点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对，真的。你把你那个女兵的态度拿出来。对啊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怕死，扛国家，扛同袍。对。把你的女兵的那个，太狠啦！修理他，修理他。那我跟武阳啦，好不好？那我就跟武阳走。哎，那个辣椒都好漂亮哦！哦哦哦 ，see you see chicken out man！ 哇，这个好长哦！哇，你看金刚狼。但是，但是洋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怎么样？你相不相信一个说法？什么说法？就是辣是可以被训练的。其实好多人真是跟我讲哎 ，You want to try？ You want to try？ 好，来，不要，我跟你说，你呢，把它擦干净以后啊，你要这样，你不要一次咬这么大，不要咬这么大，你就这样一点点，你从最不辣的一路吃到辣的去，吃到你觉得哇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个辣我不行 ，OK， 你就停在这里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吃到你觉得辣的地方，你就停止，你就不要吃，你先把不辣的地方一直吃。这个真的不赖，是不是？前面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对，接着吃，接着吃，好，再来，这是循序渐进的吃辣椒，还是它已经开始辣，可是我没有感觉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是，好像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，一种你的声音。对对，再吃一点，再吃一点，再吃，因为没有辣，没有辣你就继续吃。哎，什么意思 ？The color is suitable for you。我看我就不舒服。Oh man， 你要我吃红色的？真的，你吃一点点一口。啊？你先要咬一口。Oh my god！ 都给我演了。哦，这个雾，穿一点点。哥哥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目前还是听你的话哦。哇，你看这个表情。没有啦，我是因为阳光太刺眼，真的会对阳光太刺了啦，阳光太刺了。All right. Yeah. Is it good? 不辣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辣？不辣。OK， 来，导演换你。不辣。我再告诉你，这条其实很辣。辣的，辣的，比刚刚那条辣。是不是？一点点，可是不会到。是不是？我刚刚，所以刚刚吃的开场的那时候，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吃辣是可以被训练的，而且吃辣绝大部分都是被催眠的。所以是有点辣，可是没有那么辣。至少我可以讲话的。是。可是已经，等一下。不是，因为你刚刚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已经把那个诀窍告诉你了，所以你已经听到那个 keyword 会辣，所以你现在就会辣了，很辣，那个超辣 ，Oh my god！ 你就吃你没有用。小仙，你不是说你最近也在做很多打工换宿的事情吗？哦，对啊。你是做怎么样的？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拍戏就是只是就是装个样子，你没有真的去真的做，没有去没有真的去做这个东西，没有学会，就是体验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就真的去打扫，然后真的去帮客人点餐、送餐，然后洗碗。哇！所以你是找找
朋友，先找朋友。啊 ，OK， 好酷哎。对我非常好，就是不理我，他没有在对我客气的。客人进来看到桌子上还没有收好的杯子，就会直接告诉我说：“小姐，可不可以帮我收一下？”哦，你他就像被骂，是啊，就是我就觉得，哎，这就是真的你在工作，你就想听这种歌啊？你干嘛这样猜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这是你想听的哦。就我想要。你喜欢这样的经，就是那个体验吗？我想要听真实的，就是而不是一直赞美，然后你要做好，你就不会进步啊。那你有做过什么行业吗？之前哇，我之前我是在学校打蜡，专门打蜡，对。很开心哎，那好累。你可以把地弄得很亮啊，然后很干净，很亮啊，舒服的、很漂亮的地板。对，然后装那个监视器。装监视器装在哪里？在一些，当然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。没有，在一些公司里面。对，我觉得反正人生嘛，多体验，多尝试，你才知道你之后你。你到底喜欢什么？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？哦，水哦，漂亮！大哥，来帮我们评断一下啊。我们这边是做那个人体研究组，你研究什么？我们刚刚研究了自己的辣觉跟味觉。其实是我在体验这个，但在体验这么催眠别人。所以你是白老鼠的，是白老鼠催眠的那个。Oh my god！ 成功了到一半。我们真的很认真采，我们这一组采好多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说采好多的，他比较多啊。我三个，他们赢。那品质他也会比较好啊。真的吗？比较好。对，我们品质比较好。因为你们很多这个这种东西。短的哎，东哥，这个不是我的哎，其实你这不是我的，我买吗？这是买的，为什么？哦，秃秃的，很有型哎，你不觉得它很像一只海狗？不是、啊，我就是想说墨绿色，墨绿色，我想啊，这个墨绿啊，这个好意思吗？没有、啊，那已经快红了、啊，快红了，这个它一个就变红了、啊。哦，会啊，赢家先选，赢家先选，赢家先选。我的兵哎、欸！你们选，你选，你选。你确认、欸、你是来宾、啊？我是来宾、啊。对啊，你真的不要小心。这很漂亮啊！这很漂亮，那你就选它吧。很漂亮。好快哦！没有，你就跳了，跳了就跳了。你都摸了，这可以吗？你都摸它呀！哇！嘟嘟嘟嘟嘟，哇！嘟嘟嘟嘟嘟，哇！嘟嘟嘟嘟嘟，哇！你在滴什么口水啊？火就火了，火不是你是被辣椒，等一下我们动作是辣椒的关系啦，哎，不撕开看了，回去看就知道，回去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走啊，走，哦耶，走啊，走啊，今天大丰收，哇！快加入，快加入，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